有个女生要重组球队。我呢叫苏暖夏，我想重建青梦篮球队，冲啊！业余的教练，业余的球员，走吧。你谁啊你？说什么呢？军业你都不知道，还想组建球队？他可是曾经拒绝过国青队的人，军事集团的唯一继承人。蓝先生，有消息吗？不管是军业，还是什么日业，都逃不过我的手掌心。同学，你也知道，我是为篮球而来的。我要重建的青梦队一定是能打败神话的队。为了保住篮球馆，我可以帮助你。以后我打比赛，都希望你穿着我的球服。考核开始。你们的场地，你还是适合躺着。那还等什么？赶紧给我练起来！全员就位！加油！